你小声点，小朋友要安静，这样才会好哦。而且他会很美。大家，我们来开始讲故事开门，请掌声鼓一鼓。不要吃麦克风。对不起。小朋友，我们来开一个故事，叫做《小狗店长又迟到了》。小朋友要赶快哦，不行拍照，家长们请安静下来，不行拍照，小狗店长要迟到了。从前从前，有爱睡觉的狗狗店长，他说他说哇，还要再睡一会啊，我再跟你们一起，我跟他一起，我好想再睡一会了，要起来了。